人在古不在皮刘晓庆罕见的五张少女照片。18岁的她可爱到爆炸，刘晓庆一直是娱乐圈的不老女神，那么她年轻的样子你们见过吗？接下来一起去看看吧。一，这张照片中的刘晓庆对着镜头微笑的样子非常甜美哦。美人在古不在皮二，这张是当年的她拍武则天的剧照，眼神非常清澈哦，那个时候的她演技也不错。三，这张照片中的刘晓庆一头小卷毛很漂亮哦，虽然不是大美人，但是她很耐看，这张照片很罕见哦。四，这张照片中的刘晓庆她的笑容非常阳光，少女时期的她就是很甜美呢。五，这张照片中的刘晓庆只有18岁哦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简直是可爱到爆炸啊，好想去戳一戳她的小脸呢。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哦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刘晓庆吗？版权声明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来源。